当再来关心天气，今仔日在东北季风有减弱，所以气温会略啊回升。咱台湾东部地区甲西部山区有38度，做回来看温度。今仔日透早的温度甲昨同款，受到东北季风甲辐射冷却的影响，气温原来是偏低。北台湾是12到14度，其他的所在是15到17度。日时这东北季风有较减弱，所以气温会略啊回升，上悬是来到20到24度，也那中南部是23到26度。各地这早暗温差是真大，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加加注意。另外，伫咧落雨的部分，今仔日水汽是有较多，东部地区甲西部山区有可能会落10到18度。